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和全国主席林冠英今天纷纷向沙拉越政府道歉。陆兆福今早在古晋会见了沙拉越首长阿邦索哈里和第三副首长沈桂贤。他随后在面子书写道：“我们展开了友好的会谈。我告诉首长，如果任何行动党领袖发表的言论得罪沙拉越政府和人民，我代表行动党公开道歉。”陆兆福希望今天的会面能够为马来西亚发展和进步打开合作和建立共识的新篇章。此外，林冠英也在面子书表示。 是我为自己得罪沙拉越首长和沙拉越政党联盟州政府的言论道歉。国家的未来更重要，请让我们重新开始及合作。领观音呼吁携手保障大马的多元社会和文化，同时保护半岛沙巴和沙拉越在联邦宪法下的利益。